这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河的一个大坝内部看到的景象。这个大坝呢，整个把哥伦比亚河给拦截了。为了让回游的鱼类能够到上游去产卵，所以大坝上修建了一个鱼梯，就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水流通道，让鱼可以沿着这条道翻越大坝。鱼梯的侧面有几个观察窗，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条的七鳃鳗，它们是非常原始的脊椎动物啊，连上下嘴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大吸盘似的嘴，可以吸在别的鱼身上，直接把肉啃下来。